对吧？上下路的一个对线很精彩的。哦，而且这把 FOFO 带了一个掠食者，好吧？哦呦，这上路一级是被捡了一下墙。对，但是鳄鱼一级是打不过大部分的人。是，鳄鱼是你必须得看格温，你得给出面子，没办法。确实。这里两级想来搞，快看住了！闪现有说卡，不要直接推墙上，但是这波伤害不够，问题是伤害打了个差了一点，哎，硬打了个闪。两个约道人真的挺没伤害的呀。而且邪恶小法师是时隔了2000多天啊，上一次出现是在2016年，当时 LPL 夏季赛 New B 对阵 EDG 的时候，中单大帝选出来的。哇，是。前面主要是小安一直在推线，在削弱对拼血线。哇，猫咪一直在点，互相摩擦。打血线很重要啊！小安这边三瓶药都吃掉了，这边硬换血可能要到叫寻过来想硬越。说实话有机会越，但是寻把一技能用了，得等个一技能的 CD。嗯，刀狗这边是哦，刀狗有屏障，刀狗有个屏障，一脚踹给变羊，这边给治疗，拉了一个盾，再拉一个盾，两盾下来，交闪现拉开。我这边换了一个双 buff， 但那边塔还打死了露露，但是是塔杀，塔杀的。小猫 PK， 小猫有点凶，这个刀狗凶。哇，刘青松一技能精灵，再看这边的一个月塔。这一脚下来打完，先这个治疗抬一口啊，然后护盾再抬一口。这卢卡斯的点燃是不是给慢了一点点啊？呼吸哥前五级处理得非常好啊，压了不少刀的。巡又来了，直接交点燃，两边对焦点燃，但紫卡的血量很差，只有100出头。这边开了一个自律残留，一技能上来打一套，想换，但紫卡这边拉开了，拉扯得很好呀，紫卡这一波。但最后呼吸哥想再等一个 Q 技能 ，Q 技能 CD 没好。这个血线，这个兵线有机会啊，这兵线有机会啊，确实有机会。但是这边给了个精力旺盛，一技能挡一个 E， 是大招了，再滚回来就要硬杀。哎，这个大技能很漂亮啊，刀狗还以为自己已经非常好，直接把刀狗给恐惧回来了。刀狗这边完全没有防备，接力风采加壁咚紫卡，但是旁边有个月开的车过来救援。救护车一来，但是这边看一下，微微一丝血，风风在帮忙挡 Q， 在一技能里面没有吃到晕眩，在这边月开也没闪的呀，这边灌死了，大招一个黑暗能量直接炸掉了这边的瑞兹，寻在后面在反蹲啊，想塔下尝试，哇，这个精灵风采，哎，但是回身的一个疾风斩好像是把这边的波比给带走了，是叫疾跑，呼吸哥这边也走不掉了，只能打下血线。这波寻了一个反蹲，等了一下很灵性啊，硬生生的就开始疾跑追过去了。哎，这个要拼扯吗？拼扯的眼睛开了，32血一技能拿下。看一下，哦呦，定到了勋，勋直接被一个 W 给一怒角一头给打死了。那紫卡必须跑呀，勋这边专注赶过来，想主动做一下视野。找了一下，现在 BLG 3人在这儿，但 IG 有4人，刀狗还要得处理一下下路兵线，直接开了个天地风采，一技能壁咚，壁咚荡，直接逼出了一个狂野生长。那只有这两人的话，伤害够不够呢？波波这边框了一下，微微一丝血，波波的大招还捏在手里，找看一个要耳谁想找个残血的一个单位。哇，这波微微也太敢了吧！感觉第一时间 IG 集火他的话，有机会把他杀掉的。是。中路这边 BLG 同时也能吃3层啊！哦呦，这波还一技能掉下来，越开一丝血，这边塔下扛塔的 Dogo 被秒了。目前这个大方向很像拼中后期打那种大团的局势啊。嗯，他这波卡了一个 TP 位置，但后面恐惧的太好了，勋这边恐惧的太好，想反一个蓝 buff， 但 IG 这边不想放啊，叫队友来了，勋这边赶过来了，越开往前顶。哦呦，惩戒拿下这个蓝 buff， 然后一个 E 技能留人。哦，但是这边有一个河道加速，这边马儿想追一个蓝 buff， 一个蓝铲稍微追一下，锤完了之后壁咚一个闪现拉走，这么微微操作拉满，越开自己一个车过来，在圈圈里走不掉了。是想应该是想放的啊，想放，但是呼吸哥也没有去推塔、啊，但是有想打，还是直接壁咚，不让你解这个先锋之眼，直接选择耳机的冲进去熏。紫卡这边绕后的太好了，刘春很危险，拿下双上勋，标记这边必须拉开，标记这波打得有点上头啊，是啊，现在上接的有点着急，对标记来讲，OK 啊，这波紫卡盯在下半草里，然后结果直接被对面的上野盯到，恐惧到，然后一套直接连死，动都动不了，是从标记这边就合到上半区有视野的，绕到了正面想开。看一下，反手刀狗这边被也很痛啊，就一个闪现拉开过后，对面 BLG 伤害不是很够啊。闪现躲开，把恐惧在正面的话，风风被留住，风风倒地，大人头被月开拿下。后续薰还想再追一下吗？再踹一脚，但反手被逼咚了一下，不是，还是体能死不了呀，这马儿太肉了，反倒是要吃风火技能的一个位置，但是他现在身上有自然之力，所以说不怕被
中后激活。是的，这波一踹真的好痛啊！哦呦，一脚踹半血，对，加一个闪现拉开，感觉猫的大招也浪费了。嗯，然后把佛佛的位置让出来了。马二进场，标机正面真的很就被打的四分五裂吧，没法激活人。对，还没伤害。二剑，一直在换边线啊。对，格威也来不了。约开这边，这个大招，哎，微微在断后。一技能，但是伤害不够呀，没兄弟来。对啊，没伤害。对，没兄弟来。瑞兹拿掉。现在这段时间 ，IG 其实有哎，这一波一技能定到闪现壁咚给 R 技能，狂野生长掉起来一口血，再给一个盾，还没死，伤害。这种出的话真的挺伤的。哇，伤害已经吃满了，但是露露赶过来，卢卡斯这个大招很硬生生抬了上来。对，卢卡斯这个大招太绝，嗯，但自己有点伤。呼吸哥跟这边还是火拼，又打起来有闪现，但是 Brace 三段大招捡完之后也没伤害了。对，而且岳开还把他打掉了，自己有点危险，但他有意赶过来。喂，旁边的话，斯卡的位置，斯卡这边被控死了，走位失误了呀。这个位置走得太激进了，走到了上半部的位置，而且这边还要追吗？可能太想支援勋了吧，这边想追能追上不？感觉有点难吧，这个被控真的有点厉害，是有点，确实两边都想打，左边先做做视野，而且这边抱团更快一点，勋这边再绕后啊，我感觉想绕后，但这边都有闪现的，躲狗这个位置还拉大吗？被顶回来了，一开。对上伤害秒掉，狗没了呀！胡西哥也在绕后，那胡西哥只能捡兵线，断了兵线了。正面还在追，一个一技能，但是岳开很肉，闪现给 W 吗？但伤害差了一点啊！哦呦，后方兹卡已经切到了胡西哥，微微这边倒地，感觉这个局面想法就是当时大招的过程中闪现拉开了。R 闪是吧？对，但是那个位置好像也没有没什么办法，因为下路本来对线就很困难了。对，又来。一脚踢回来，呼吸哥面对三个人，再有恐惧一反打。哎，这个恐惧没有完全拉到，但是这波呼吸哥可以追死，还是不好走。有露露和瑞文吧，走不了了。哎，开杰尼风采硬加速，闪现想跟魔点中能跟到，但是伤子位置已经拉远了。斯卡开了一个金身之后，直接选择拉开三段的折翼之舞，拉开了小法的 E 技能，再一推，还好是后面刀哥有红 buff 一粘粘死斯卡。呼吸哥得赶紧给多哥回口血，是看一下呼吸哥跟这边兹卡已经缠斗在一起，微微直接秒拉了一个大招，这边想捡勋，但勋这边在拉扯，哇，直接开始疾跑了之后疯狂的拉，而另一边的话风风被逮到了，风风交出了一个闪现，风风这个位置肯定要死了，金身大招打一波小安的血量，但只打到半血，风风直接倒地，这样水龙魂感觉很难办啊。但标记这边四个人的状态还可以，还是想尝试的，四打五吗？四打五，哎，这边那个血线其实不够健康，但是勋在绕后呀，闪现 EW， 但多狗这边反应很快，直接拉开，但是魔点重伤直接浪费掉了，勋拉下来这边砍一下，多狗直接交闪往后走，勋倒了，多狗拿着六百块钱拉扯的不错，岳开上来直接一波一个冰，应该是一个冰霜，直接冻住了这边的微微，然后这边上来继续去撸这边的一个呼吸哥，哇，呼吸哥。小孩这边跑起来了呀，多狗也要倒了呀，一丝血，哎，但是多狗死之前先换掉了这边的一个小安，呼吸哥也倒地了，哇，这波岳开打得很果断，只剩下一个刘青松的小猫，那这样应该走不掉。海基这波拿下了一波关键团战，水龙魂也打下来啊，有水龙魂的一个海基完全不怕被炮口，交大招直接乱龙，哇，感觉。微微这边有闪现的，看能不能赶过来。打的速度不算特别快，这边标记确实有机会。看这个大招，IG这边要停手了，直接打一下。微微这边要尝试小欧耶，哦呦，这波小法抢到了，好像 W 抢到的。那这样的话，标记直接走就好了。又打出了自卡的一个复活甲，看这波。这波停手还是三千，而两千多自卡这边还没有停手啊。然后一个 W。六百多，499，配合火火，火火 W 一个怒角直接砸下来，把纳什男爵给砸死了。这怒角伤害确实高啊，他发不过炼金一贯吧？对，但这个只能给单体的重伤，就因为他也只能奶一个。这要绕后了，哎，这个阵型瞬间冲进来，但是多少人啊？哦，人马瞬间被秒了，岳开被顶墙。那这边的话，看一下火火的位置也是中了一个夹子，直接倒地啊。小安这边也在输出，那格文顶了上来，他旁边的话岳开快顶不住了，岳开也死了。而这时候 Brave 还有一个金身在，小安焦虑狂不出去往后走，这边的话微微也倒地，但是被小安闪现躲开一把 W kill， 多狗跟小安的火火两边 AD 一起倒地，这是二打二的一个残局。
猫家加猫啊，开始追了！哇，这露露这边没闪现的，要追露露。但这波硬追，一技能再上来给一个 Q 技能，然后再给个一技能精灵旺盛，硬加速一打一 Q 直接减死。一个召唤技能吧，对，主要是召唤技能交太多了。对，这波熏的一个进场配合越开，可能视野不够好吧，所以说进场的时候熏也没有找到很好的机会啊。等我这边闪现拉开过后，熏真的没办法。然后 Fofo 也第一时间死了，但是同样的威就是另一边熏也是第一时间阵亡，两个四打四残局。小阿这个进克斯也很敢打呀，开 AD 狂风拉开之后再往前冲，打出两发暴击来 ，Q 老闪现躲开致命的一。这个 WQ 是双方 AD 的一个火拼的情况下，呼吸哥没人管了呀，他状态一直保持得非常好。是，然后终于，但波比的闪现很关键啊。这伊泽瑞也六神了，主要现在伊泽瑞的 Q 技能很疼，其实。嗯。给个一技能没有命中，看一下一技能推塔，推到塔墩上，月开这边吃了一个路罗大招，微微可能要死了。熏再次过来，恐惧要暴走，暴走倒地了。熏这波升级绕后，小安这边想要去切，但是反手这边看一下呼吸哥想要去粘，没粘到小安，小安大招的很漂亮。紫卡虽然倒地，但仅剩一个风风，剩下三人直接推加就可以了。应该尝试一波了，风风应该回不去加了呀。哇，这边兵线没人扛，那这样可以去上。转上这波熏的一个绕后啊，应该也是一波。包括这边没有闪现的情况下，真没啥办法、啊。应该是一波了呀，熏这边用面去扛就好了。而且在勾引 Fofo 啊 ，Fofo 这边也挺难受的，被勾引了一下，那追不带上。Fofo 想回不去，追人马追不上。正面微微这边还有十秒钟，应该是可以一波的。熏这边还没死呢，和 Fofo 在顽皮。但好像玩了一下之后，熏还没有死的过程中 ，IG 直接顺利拿下基地。是的，恭喜 IG 在面对 BLG 的比赛中先下一城。